青菜糊饼菜齐了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各位老总，各位前辈，谢谢大家今天赏光，略备薄酒寡菜，不成敬意，招待不周啊！第一杯呢，我敬大家。 各位老总，虽然我这个人不胜酒力，但是今天跟大家见面，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非常的开心。作为一个晚辈，我也想敬大家一杯。我先干了。好，好，我看玲玲小姐巾帼不让须眉，真是好样的。你们看啊，这两位经理不仅年轻有为，而且啊，酒风还很正。 说话办事干脆利落，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，我建议今天这杯酒咱们哥几个呀必须把它喝下去。对，酒不甘心不食，咱们也来个痛快的。好，我也喝了，来。<笑>顾总，你可是老前辈，今儿个就看你的了，在年轻人面前你可不能掉链子。你呀。 就别拿我开涮了，我的酒量你还不清楚啊？今天啊，大家都高兴，我呢，预祝你们合作成功，这杯酒啊，我干了。我就是喜欢他，怎么了？我也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啊！他没娶，我未嫁，我凭什么不能喜欢他？可是他有追求者啊，而且那女的又跟你是朋友，这样做不太好吧？ 有什么不好的呀？爱情面前人人平等，我凭什么非得让给他呀？再说自己的爱情就得自己去争取，你还等着别人给你施舍啊？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太好。他俩没在一起吧？那就说明他根本就不喜欢他呀。我这第一呢，没有道德沦丧；第二，也不是小三插足，所以我们是公平竞争，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。完美，走吧。 没事吧？你怎么出来了？赶紧回去。客人都先走了。啊？我们今天又打了个胜仗，他们答应过几天签合同，高兴吗？你喝太多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浩强，你喜欢小慧吗？ 你先回答我，喜欢还是不喜欢？我知道你今天不太高兴，到底怎么了？告诉我。这个问题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，请你认真的回答我。 没事了，那回家吧。喂，走电梯。
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给我打电话让我来给你开车的吗？幸亏我来得及时，要不然你们俩该滚床单了吧？瞎说什么？我先回去了。走，我送你。不用了。你拉着我干什么？我不拉着你出大事了。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回家。我看他挺清醒的，这不自己搭车走了吗？啊？哎。这就是你不接受小慧姐的理由啊！我说了，我跟小慧是不可能的。不是，我说你看上戴琳琳哪一点了呀？回家吧。